来，好，我们今天是第四堂课，对吧？今天 color theory，色彩语言第四堂课。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到光跟颜色很有关系，如果没有光，怎么会颜色就看不到，对不对？那光扮演很重要一个角色，就是如果没有光，OK，几乎是没有颜色，特别是我们有时候会在早晨。我们叫 twilight 就是，twilight 怎么办晨光。？twilight sunset 也会有 twilight，就是 twilight 的时间就是太阳还没升起来，和天已经亮了，或太阳下去了，天还是亮的，那个时间叫 twilight，因为这个是很奇怪的时间，就没有看太阳，可是天是亮的。所以一天有两次，就早晨的时候叫曙光，曙光是不是？可以叫曙光，但是晚就 twilight 应该怎么翻我一时忘记了，反正就 twilight 就这个时间，就是太阳不在地平线以上，依然在下面还没上来或者下去了，然后天空还是亮的那段时间，那时候怎么回事？因为太阳光已经不是很足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怎么样，都是。这个 silhouette 应该是法文吧，就是轮廓。OK，如果你说你看一些东西，像 sunset 的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可以放给你们看。像 silhouette 大家会看到，应该是这样子吧。就你看的东西只是一个轮廓。OK，就 silhouette，可是 silhouette 它也足够表达了我们要看的 object 这个东西。OK，所以光非常影响我们这个调颜色。那我们一般觉得颜色啊，我们这个画图的时候我们就很多很多颜色可以选择。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光其实这个光造成的颜色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颜色，每一个人的反应也不同，但基本上。我们对颜色呢，会有一种就是我们人都对人色有一种翻译。在我们的左边的脑袋，我们左边脑袋是把所有颜色呢都有一个 meaning，有一个意义在头。比如红色，我们中国人认为是喜事，可是红色同时呢，在我们下意识当中也是血，流血的血，就会觉得是危险，有下意识会觉得是危险。也有是这种喜事，所以我们有这种错综的这种翻译在里头啊。那白色，我们中国人会联想到赏赐，联想到完美、洁白、纯洁的这意思。所以我们在沿用颜色的时候，我们下意识里头会有种感应。我虽然不用讲，可是我们下意识对于我们看到颜色会有反应。可是我们在上一般上颜色的时候，我们就。无所谓吧，这个颜色放上去就一样。可是我们会讲到颜色，以后会讲到颜色，我们会怎么去用它？会用情感，像我们唱歌一样，OK，就照词这样唱完了，OK，对不对？字正腔圆都 OK，可是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个情感。画图很重要，是情感放在里头。我说不可能吧？Well，你们都吃过妈妈煮的饭菜，对不对？有时候妈妈很急很忙，要办事情的时候，她煮的菜给你吃，你觉得跟平常吃有一点不一样，什么不一样？腥，妈妈味道就不见了，就少了。急急忙忙炒菜跟你用心的炒菜出来的味道会不一样，对不对？一样，所以你画图的时候颜色放进去，放多少？反映了那个就是画家，或是不管是谁，他对这个颜色他的感受。所以在炒菜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炒菜嘛，你们都会炒菜吧，对吧？那你会想到说啊，这个盐放多少？你会感有这放上一道颜色，你会不会想到说，差不多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同样画图也会一样，你这颜色放多少，你觉得？
好像太多了一点，这个好像盐它放太多了。我常常说你们盐放的不够，就是你放，你觉得好像不，好像差不多，其实还差很多。OK，所以颜色很重要，颜色就是我们讲的说那个 intensity，它的浓度。那我们在上几堂课讲到，我们避免用颜色，就直接从那个色颜色的那个 tube。就那个拿出来就直接用了，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拿红色就降红色？不见得，因为小孩子，我们讲到小孩子，他们用颜色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晓得调色，OK，不晓得调色，那颜色出来后这怎么感觉？就非常的小孩子感觉，就你一看他觉得好小孩气哦。你会常看说啊，这个画不错，可是这颜色感觉好像小孩子画的，就这样。所以我们上那个色彩理论就是学习怎么样把这颜色用了后，又更深的感觉，更丰富，更感觉就不同。像小孩子炒菜，我大就盐这种放出来就吃了，OK 了。和爸爸妈妈煮起来后，可能会想些哦，加些什么胡椒粉啊，八角啊。丁香啊，对不对？你会想到去加一些这种味道，把一些味道调出来，感把那个菜就更容易把它表达出来。同样颜色是一样的，总会加一些东西进去，这颜色变更丰富。OK，那我们讲到光跟颜色很大关系。那你有想到我们看到的颜色，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是绿色，OK，看一个绿色，你知道我们总会看到绿色吗？光的折射。OK，光头有很多颜色，对不对？光，你知道光，我们上次讲到说光头有七种颜色，对不对？OK，看到是七种颜色，对吧？红、橙、黄、绿、蓝、靛、紫嘛。那我们怎么看到绿色的？你知道吗？所有的颜色都进去了，是绿色哈。所有颜色进去后，有红色、橙色、黄色，然后。黄色会反弹，这个黄色会反弹，这黄色是吧？The red, orange, yellow 反弹，然后蓝色反弹，然后就下去了，然后色对不对？Violet，OK，、okay, 你看其他颜色它都被吸收进去，只有黄色跟绿色黄色跟蓝色弹出去了，当然绿色已经弹出来了。这个颜色里头有一些蓝色在，然后这蓝色偏多一点，就这个绿色不是 pure 绿色，这绿色有点偏蓝绿色，这个绿色，所以我们其实看到颜色是很特别，光是折射出来，它把其他颜色吸收进去，所以我们看到颜色是这样，跟以前你的观念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同样是如果看红色，当然其他颜色都被吸收进去，只有红色的反弹出来。我看到红色，OK，给你这个概念，OK。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很简单，就是我们发现到用颜色其实不要用很多。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就人多口杂，王八蛋乱爬，听过这话？没听过吗？就是如果你说你一个人去非 fast food 去。order 东西是比10个人去 order 一个东西简单多了，为啥？为啥？你有没有带一个小孩，带两个小孩去那个 fast food 去 order 食物？你在那边两个，他们那个柜台说，Are you ready？Just wait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意见很多，同样。很多颜色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问题，OK，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人多口杂，每个颜色都会讲话，OK，不是用声音，它每个颜色都表达一个东西，一个不同的意见或一种感受。所以我们在用颜色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所以常常一些很好的话是减少很多颜色的，例如 你看三副马。你把其他后面什么背景颜色全部把它过滤掉，都不要了。你要的东西就砰就跑出来了，
是不是？所以很多什么东西，很多东西像啊，这幅画，这个封面，用很多颜色吗？没有，对不对？其实很多东西好的画不用很多颜色，为什么？因为颜色其实就像每一个人一样，你越多人越是影响别人的看法。OK，越是影响你，下一次头你可能不觉得，就是颜色嘛。今天颜色很好用，今天也可以用色笔，你可以用水彩，你可以用丙烯，你可以用很多东西。今天你可以用很多东西，可是呢，我们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每个东西放进去的其实是让人家更分心，所以很小心我们怎么用颜色。所以我们今天会用到一个叫做 monochromatic，什么意思？mono 就是单的意思，单独的意思。单色，什么叫单色系？其实你们都已经画过了，你们忘记了。你们记不记得黑色、白色的一个地方画过？第一场 exercise，你们忘记了。那我们画 linear 的东西，你忘了吗？是的，对，色人第二场第二场了吧？记不记得呀？黑到白呀，单色系不见得是从黑色到白色，它会加一个颜色进去。OK，像比如，你可以加个蓝色，蓝色加黑色，或加白色，这其中都有。然后你就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其实这几幅都几乎是这样子。那第一幅那个白色的嘛。朝这里跑过来了，它只加了一点点的红色，它只有一点点红色，你不一定要用全部，就是全部 range，就全部的所有东西加上去，它几乎就是白色跟黑色跟一些红色。OK，那第三幅也是，中间这幅当然不是，中间这幅是我们叫做是 complementary，它的蓝色跟黄色。它加白色跟同样是理论是用这两个去调，所以当一个我们用单独颜色跟红黑色跟白色之间的所有的之间的颜色去用灰色，用程度灰色就可以表达单色系。OK，那如果我们需要表达一些更明显的话，可以加一些蓝色的complementary，就是它的对色。OK，它的对比色。像你记不记得紫色是什么？是黄色嘛？那 orange 是蓝色，对不对？你看，自己看看。是。我们今天是那个画紫色跟黄色，就是我们上次画的那个对比色嘛，对不对？complementary，对不对？所以任你自己去选择。OK，就任你去选择。所以当我们用这些颜色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我们会用到这很简单的颜色。可是简单有时候很容易表达出我们的想要表达意思。你常常现在讲一大堆事情，然后最后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到底说些什么东西？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你讲一大堆，所以我们要 simplify，就是把事情把它简化。明明白白的把东西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会用 monochromatic，然后很多东西的 object 变成是稀有味，所以我们今天换了一个东西是我发给你们的对吧？对，是我看看我对吧？做出来，share screen，这个，所以我们今天会画这个，OK，这个图片我刚写 screen 怎么样？写 screen，写 screen，
到 share screen，我打这个，我需要看到我的荧幕啊，你先把它放下来，share。我不确定荧幕这一边看得到看不到，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可是我今天把它 simplify 了，我把它变成是这样子，说明到时候有一张纸我给你，谢谢，就我已是经一画在个。这边，到时候你 trace 就好了，你去 trace，我不会那么简单，你要去 trace，没有，我有一个原版，所以没去画到自己的纸上。因为我如果画给你们，会觉得说是徐老师打的底，谢谢你。所以我先画好这，大概是这样子，OK，所以让你感觉说，哎，是我自个画，从头到尾都是我画，证 明的成就感，OK，所以我们今天画这个东西，所以呢，下面时间我把 switch 我的这个 camera to different camera，OK。对，我画这边，所以你们可以啊，现在我 demo 之前，你们去把颜色 trace 好，可以吗？把这个先画上，对吗？对，可以。所以这是我的元宝大底调，然后你们去，我给你们印一张，所以你们会去 trace 在这张纸上。哦，不错，好干净哦。所以，就这样子，好吧，我不知道这可以暂停，不可以暂停。你们对入手不熟？入手不熟，不熟，我不知道可以暂停，因为我需要停下电源弄好，我是才游可以戏做吗？demo。对，你不可以拉太远，因为这绳子这么点。可以，你知道怎么用吧？打开，对，把它放上去，trace，我不是说小时候的梦想。是吗？以前那个 light box 好大一个，干嘛要胶布？我 trace 都没用胶布，它不会，你放上去就不会跑，但是它会连在一起，跑也会不跑，你就对在一起，它两个大小是一样的。对，你当它对在一起的话就不会跑了。对啊，哎呦，所以我看一下这怎么能够让它停下来？我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它停下来。停下来，等会就暂时开始。我不知道可以 recording 可以用 record 可以暂时的，应该是 recording 看 recording。recording 跑去哪了？是 reaction 吗？对，我比较没用过这个，我要看看怎么样 recording。哇，真的是蛮好的。play channel。play，啊哈，没有，screen share，我在外面学习，正好可以帮忙人家忙时间，我们是很近。看你的话。我们现在要转换到那个 camera，不是你看不到的，没关系，没问题。现在只会看到话，没问题的。对，邀请的，往这边，戳一点。网课的时候需要有这个 camera，这样的话，
对，缺点就是有光线，还有影子造成的那种。会 你可以调整。是啊，好像没有灯吗？啊，没有灯，嗯，那你要买一个好一点的。太亮了，好一点的，我可不以知啊。道灯，这上头还有个灯啊，我不知道这上面有灯啊，我的有。会吗？你看到底下有没有灯我没吗？看到灯啊，这一个这一个这应该这就是句，没买的没有吧？对，我还不知道有灯的哦，了。哦，这李老师推荐的，下次去找一个灯需的。要想不，一下。灯的话照起来会不会中间一个圆圆亮亮的地哎，放的蛮开。方？哦，不错不错。OK，好吧，就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上色。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简化了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参考图片来画。所以我们现在用蓝色，我们单色嘛哈，我们用蓝色、黑色、白色去调。所以说，肌肤做颜色是用这个。我们后面会用一个它的布色，就是橘色。我们后面会增加一个橘色，很浅很浅橘色，为什么？就是那个，因为有些云彩的关系，我先加一些蓝色。我现在画这一座山，这座山的颜色呢，深度是不是很深？OK，因为它有个距离。越近的，记得越近的颜色是越深，OK。那我需要足够的颜色，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试验性质，我们这试验性质，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成品来做，哎，对，现在我是用这样子。要足够，然后要去足够均匀，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类似像这个颜色，我们都可以一次把它完成。OK，所以不见得说只有这个地方我们这样画，现在上来了，直接上去。如果你有水彩纸，你可以用水彩纸来画。OK，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我现在发出来这个纸呢。它有一个油性的东西，像 wax 在上面，所以它吸水并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是用水彩纸，你是可以用水彩来画的，因为发现到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表达水汽的部分，在这地方它原那个画上面有个水汽，你可以看它的水汽的部分，你可以加一些水上去，稀释掉。OK，那如果是 acrylic 丙烯的话。你就发现到它有个缺点，它是不太容易够表达这种深浅度的，是可以，但是就是跟水彩一样，就是加一些水，啊，表达出表面上有一个水汽的感觉。因为这只是试验性质，我们要用的颜色深浅跟一个单色来表达所有的这个 landscape，所以我们会用一些简单的方式，而不像我们原来图上面很多 texture，我们就把它简化了，就看不怎么到了。OK，像我讲的水彩很容易表达出这个水汽的部分，所以你要加水就可以表达出来了。OK，那同样 acrylic 也是可以，但是你要加比较多的水，因为它比较稠。OK，看到需要加一些水进去。嗯，把浅的地方往外面推，OK，把水的地方往外面推，所以感觉是有一层雾气一样。OK，上面颜色会比较深，和下面颜色会比较浅，要表达这块岩石的地方。OK，然后我们看到，如果还有，你可以看到有更颜色类似的地方，其实像这附近的地方，有些颜色比较浅，是可以考虑说，我们用这个原来颜色就直接上去了。OK。
你知道，如果我们用这个颜色的时候，如果全部都是用一样的话，会很平，因为没有 contrast，所以我们会有深浅不同。OK，那现在我们现在就更浅了，因为在最远的这个岩石呢是比较有距离，所以会把它更稀释一点。我现在加一些白色进去，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岩石在那边。对，这个岩石在这边，同样。到下面的时候，我还是要再加水。OK，在下面地方，你看它颜色已经比深度已经比这块岩石要浅多了。到下面地方用来表达水汽的部分，所以我开始加活水。那假如我用水彩画的话，OK，水彩画更好表达，因为水彩就可能比较稀，就比较稠。只要同样的颜色，然后只要加水就可以。技术对，如果是水彩就很方便做这部分。就直接晕下来就好了。对，直接水上，你先放水上去，再加盐上去，它就直接印上去。OK，会省力很多。OK，所以你觉得要是不够。那个什么，可以加一些水，还在没有干之前，可以加一些水进去，会感觉有水汽，会感觉出水汽吗？如果感觉不出来，那没关系，OK，这很正常，也 是亚克力嘛。那我现在加更深的颜色啊，你可以看到啊，这远的地方，等下就要把它进，可以看到，哎，我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更白，yeah, better。我们现在画是这两个岩石，然后这个岩石比这两个还要稍深一点，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岩石比这两个要近一点。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后画这些岩石，深度又不同，所以你知道越近的颜色对比越强。也就是说，如果深浅的话，深的颜色会更深，所以我们慢慢把颜色越加重、加黑。哎，这就是我们要比赛。我现在要画更前面一个颜色，记得不要加太多、太深了，加很多黑色，因为加太深的时候呢，后面的颜色没办法表达出来，反而把中间景色反而变得更强调了，就稍微加一点黑就行了。OK，就这一个地方这样。同样，下面也是有水汽，所以这个水汽呢，我就比较少一点。哎呦，然后再加一点水。这个地区是今天收垃圾吗？住这附近是今天收垃圾吗？不是，还是昨天？不是，不是住，不是吗？我们什么家时今天候？不是不是，是什么时候？星期几？星期三收那种生活垃圾，这边听到的星期一收那个 recycle。哦，你分两天收啊？我们都是一天收。我礼拜三晚上推出来，所以礼拜四收了。我们是星 OK，期一和星期四。所以我们该根据我们做的理论，就是越远的越浅色。所以你看出这三个岩石堆，它们都跟我们有一个距离，所以我们把这颜色可以看到，这个是最深。啊，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还怎么弄？按下来，来，不能，啊不行，转不下能去。怎么样？我转，没意思。就是现在是反了。哦，你看的时候是正，哦，我在电脑你说上你看。在看的时候，对，你看的时候是正，
我放出来示范。我看的不是这个吗？你看的时候会是不是这个？你看是反的，你不相信？我如果反过来画，你会发现徐老师你都画反的，为什么？我以前试过这样子，我就画反的，他们学生说徐老师奇怪，今天为什么画反的？我说在荧幕上是正的啊。OK，所以我继续 build up 这个 rock，OK，、okay? 我继续 build up roc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当然你看原来这个图形的时候，它有很多结构，很多这个表面没有办法没有画出来。可是我说过，我们只是画个最简单的，画轮廓而已，所以我们不会强调很多你头的细节，OK，等到你自己画的时候。你自己想要画细节，当然可以，但是我说我们今天就是看像试验性质一样，我们只慢慢加黑，所以我们知道这块岩石更近。然后如果看更仔细的话，你发现到这个岩石里头这两部分，这两块石头这凸起来的部分还更近一点。OK，但看你要不要表达出来。你可以让它就是一块这样子颜色，然后同样再到下面的部分，你再加一些水汽，所以再加黑一点点，因为它更近了。这个时候哈，这个时候差不多5分钟到7分钟左右的时候，你不要让你的阿库里干掉，你就应该喷一些水。哎，哦，你等好等啊，太好了。哎，对，这时候你就喷一些水，否则你的那个就干掉了。OK。OK，你可以看到原来这个图片上面，其实它不只是只有蓝色跟黑色，它还有咖啡色在里头。OK，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原来颜色是不是一样？可是我们今天是试验性质，所以你就不用跟它一模一样。OK，越简单越好，keep simple。OK，所以现在加，你会发现这个岩石上去的时候，它的深度又比这个岩石要更深了。OK。对，就上去了。这个练习呢，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练习你就知道，以后你上颜色的时候，特别是远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的画的东西就比较有立体感。哎，如果没有画出来的话，没有办法表达这部分的话，你就发现你的画图都是很，就是没有立体感觉。OK，你要留下一些 texture 在上面也是可以，你只要不把它涂实了。你发现到我都有些把它稍微涂实了，那你自己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不要把它涂实，就更像真实的一样。OK。像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些 texture 在上面，你就把它涂实了，就有一些这种纹路在上面，就不要把它涂很匀。OK，我像我们今天可能我不知道现在几点，11点，快时间快到了，妈妈什么时候是要去？12点。按照文明方向画上。可以，如果你要的话，但是我说过我们这是实验性质嘛，所以你决定要不要把个，如果你要表达出的纹理的话，最好方向是走 vertical，就直线这样下来。OK，你也可以故意把这两块的凸起来岩石，因为它比较深嘛，看最上面比较深。那同样到快到下面的部分的时候。可以加一些水分在里头，水汽在里头，慢慢加。OK，如果你画很多那个丙烯哈，如果你画很多次，你知道其实丙烯跟水彩是蛮类似的，你也可以稀释成像水彩一样。
但是同样的，水彩是比较容易调浅色，那个丙烯就比较厚，就要多弄一些水。你发现到很多东西其实不只是我们今天的实验，画这些东西哈，会要考虑到这个颜色深浅，还有下面这个水汽的部分，在实际上生活上你画这个 landscape 的时候，其实都会用到。是不是只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出深浅出来？如果你在自己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用的话，你发现到很难表达这东西，所以这都会帮助你。OK，所以这边有些颜色，我就慢慢加上去。这边还有一个颜色，这好像比较跟这个颜色好像是一样，对，还是跟这一样，一样是用它一样深浅度来调。还能再更深啊！当然能够啦。我现在只用一点点的黑呀，然后后面再加黑更多，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加颜色加稍微浅了，你可以感觉这个颜色是远一点。没关系，越加对，无所谓。所以当你在用的时候，只是我们在实验性质嘛，所以我们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颜色深浅，它其实会感觉到远近，就很大远近的不同。它同样跟水彩一样，它是可以稀释的。可以再深一点。其实中国画也是利用这个原理来画的。OK。我们前几次用过水彩，那个中国国画，去用到这个，你没有学到没吗？有写到。你也画国画吗？没有。有没有画过？画过吗？好，那现在交给你了。其实类似，这个跟那个水国国画很类似。中国国画也是用的深浅来表达远近，所以我们说这个深浅度是我们叫做 area perspective。我们已经教过透视图嘛，对，透视图一点、两点、三点，可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用颜色来表达，颜色的 value 就它的深浅度呢，的深浅度可以表达出给人家感觉就是远近的不同。OK，好，我简化这一块很大的石头这边，那你可以看到我留了一些线条在正头。OK，因为它是还，如果画这样的话，就一片平平的，最后还是留了一些就结构在上面。OK，那你画的时候，你知道这颜色还是比较深浅，更强烈一些，所以加很多的黑色，就是很多的黑色。因为这块其实就几乎是在我们眼睛前面了，所以几乎是黑白了。这块颜色就直接上去了。OK，就第一个上去的时候，就抓个位置。OK，你不要一次就想说一次就完成那部分，有时候要加一些颜色上去。OK。
OK，因为很近了，所以不用再表达水汽了。OK，因为很近，远的时候会有水汽在距离中那个空气当中。那如果说是已经很近了，你就不用再那么强调这个加水表达出来。OK，所以可能看到这边有一片稍微浅一点的结构，所以我会比较浅一点的这边。所以看你要表达浅一点，你可以加一些水，或是你可以加一些白色，OK，就是有一些给他不要感觉就很平的感觉，就觉得稍微感觉有点浅色在这，就感觉是岩石，OK。但是如果你想要只是用颜色深浅来表达距离来实验的话，你是不用管这个结构上面结构的问题。就接上去，上颜色就好了。如果你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这边有一个浅滩，是灰色的。这边外面是海，这边还有一些水在这个困在这里头，比较浅的地方，它的水没有退潮的时候没有退出去。对，这边这一片是一个沙滩在这边，一片浅浅的，OK，所以这边的颜色会比较浅，比较灰，然后这边再过来一点，然后这边还是有一些沙在这边，所以就加过来，OK。那你可以看到不见得要弄得很匀，你就故意让它那个笔触让它上去的时候呢。就会表达出来这个不同的结构，OK。没有去过海边吗？去过。你有没有空打赤脚在上面走路过？我。这个石头很硬，像刀子割一样，很利呀，对不对？所以走这个地方，就常常就应该穿个拖鞋。穿草鞋。对，要穿个鞋子，不要打赤脚穿。打赤脚这边走，常会被割到。OK，还有一些倒影，我知道这边都是浅色，所以就浅色我在后面再加。那这边有些倒影，我就直接。你可以用直接加些深色就直接上去了。那它这一个倒影呢，不是这边，是这个地方过来的，所以你要对准了，稍微对准一点，然后下来。是这两个凸起的岩石。我把它搬过来一点，因为我画的时候这边好像太偏了，在左边去了，就把它加到这边来。所以虽然这叫做色彩理论，可理论要用在实际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实在用在我们。就身边的话，你照一张照片的时候，你就开了，是来做实验看看，OK。可以看到我跟他原来的东西不完全一样，哎，不完全一样。那主要是实验用颜色深浅来表达远近，对。觉得非常非常深。
你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不用黑色直接画上去？你知道黑，如果直接用黑色画上去会什么感觉吗？黑色会把事情变成比较扁扁的，它们不立体，所以除非非常黑，你才用黑色。那一般你不要直接用黑色上去。OK，所以用水彩的话，也是要用黑色和蓝色调。我建议，对，黑色就变得比较皮，就不那么立体。我想这个他已经是忍不住要开始画了，对吧？没有，我在等你画浅色那一边呢。所对，以这个原画是画还是照片啊？是照片啊，这原画是照片，所以你可以用你的照片来做。蓝色配嗯哼，橘色。可以。其实有一些人整个天空只用三个颜色，蓝色、白色跟红色，他调出来的颜色是这样调出来蓝的。有一些色、人，蓝色和红色。嗯哼，可是你可以看到一些黄色，对吧？所以有些人他会啊，他的蓝色其实不是完全的蓝，有点紫。不重要，我出去看一眼。他蓝并不是很蓝，我相信你看不见。你说有点灰，我倒是觉得不会有点。啊，它其实说真格的，还有点黄呢，因为它是橘色嘛，太阳是黄色嘛，所以有些人会限制他自己。我说有些人限制自己，他画天空的时候，他只用三个颜色，对，所以说，你用很多颜色。是可以用很多颜色啊，但是就是说，你其实不用很多颜色，你就可以表达出你要的东西。这回你带了蓝。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其实就这三个颜，这三个，黑跟白跟蓝色，去调出来所有的颜色。看得好容易。这很容易啊。我正调的一个不一样的，谁给你看？把这边浅看了。对，有个浅滩，你看到吗？对，一个颜色比较深的，加深色。同样的，在近距离的时候，你不用再加水汽在下面。OK，就远点。地方它会水汽，因为距离的关系。OK，好，加这边的石头，所以这看到基本上是这样，到时候再加调整一下就 OK 了。加什么？哦，你自己觉得结构变得怪怪，说啊这边好乱，你再加一些深色，加一些颜色调进去就行。我就先表达是告诉你说，从深到浅，然后加些水汽。所以 OK，这然个后是单色的。中国画的味道。我就说，其实中国画真的是像水彩画，就是中国方式去用水彩画。继续。要喷水了吗？可以，来喷一下。水在那边。OK，很均匀。OK，我会画接近这边的这个石头，这样画。我看得见看不见，是这一块石头现在。
OK，所以这边是很深啊，这边稍微有一点稍微浅一点的结构这样。OK，然后我会再稍微把这边这块凸起的这个石头这样把它画出来，反正它叫倒影。哪里是倒影呢？OK，啊，就是那个刚刚那个。这个这基本上一个倒影，哦，它最近有些倒影，我画出来。OK。羊如果我们要需要倒的，哦，我再对，可对不以，起，我这再坚持一下。那就我三十分钟 OK，开过去，在哪儿啊？这好远，这51和51，4月份距离哪里？2022的附近，哦那边有，OK，一然后个四月那份距个离，对，Olive House，这样子，半个小时吧。嗯哼哼。老师，我可以喝你一瓶水吗？没问题，这个来，这个来。这第二个是，很占肚子吗？很占肚子。再吃一个，我今天再吃吧。吃什么不能贪杯？就觉得挺好吃，再吃一个。好啊，这不差不多，这样，明天还能吃。是这件事，差不多。所以你们会调整那个颜色吧，深浅，说过就是简化，你不要跟那个一模一样，不可以看到它有些不同，所以不要就是表达说太就一块颜色这样。还是让他感觉说是岩石，所以会弄一些稍微不同的一些结构的，但是是非常简单的。虽然我是 demo，可是你在你自己画颜色、上这色的时候，毕竟要跟我一样。OK，你可以看到，我已经跟我画上去不一样，我就大概感觉到深浅，我就上去了。OK，所以你自己上去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自己觉得是哪里比较深，你就可以加一些深色，哪里浅稍微加浅色，是蛮自由的。
那这边完全都看不到了，我就调黑带。延时就当现场延时的感觉过来，这一块是没有，我在这个图上面的，自己加的这个延时加上去。越浅的部分，OK，所以真正的就是我们在画这个，就等于算实验了哈。我们在实验的当中说，我们就感觉到说，哦，我们的深浅来表达，跟就是轮廓，等于几乎是轮廓，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我们的轮廓来表达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两块岩石，OK，那这边也是一样，你可以稍微调一下自己觉得颜色是对的进去。OK，手法来这样子，然后再加一些浅色的。OK，水是几乎是非常非常浅，所以用很多浅蓝色。OK，浅蓝色。一点点的蓝。在第一次你尝试用浅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会用很多的蓝，很多颜色。其实只要一点点颜色就可以表达出你要的这个深度。OK，那这两个颜色，那目前我们调出来这两个颜色几乎是一样，几乎白，你会觉得跟白色非常接近。OK，那这两个颜色，目前这两个颜色，白色跟这个颜色几乎一样。可是有的时候就只要那么浅浅的颜色就够，特别是天上这片云，就是非常浅。OK，你也不要加太多的蓝色进去，但是我需要很多，所以需要再增加一些，上面跟下面都要有。海的部分呢，几乎是以，主要是以这个，它会有一些白色部分。会是浪花之类的，觉得这还可以再白一点。浅点，再查个浅一点。对，所以颜色其实我当时让你们 trace 的时候，因为前墙是银印的，那银上的颜色就会太深了，所以我就直接带来画让你们去 trace，因为要非常浅。
你知道水彩也是如此吗？不可以加太多颜色，特别是你上次浅的时候，那个铅笔特别容易写出来。OK，我像我刚才讲，我们会加一点点的橘色，就是它的互补色，之后会加一些互补色。因为天上有一些云彩是有一点的橘色，然后这边会有一点点，这边会有一些蓝色。上色的时候也很重要，就是你有意无意的，就是让它就是要平行的，那感觉是水纹，就把这东西给表达出来。因为你感觉上上面是就是平的，可是当你遇到这样子画的时候呢，你就给人家感觉是这是水，你不要有中这样的画，OK，稍微有一点像这样的画，就是这感觉写这个是竖着，这个水是平的。对。所以，如果这幅画能更宽的话，会感觉到更平静一点。Your battery is running low. Yeah. 让它充电充进去，那电池太啊，别进去了，对，它在充电。OK，天上的云彩，它是蓝色，可是有一点灰，所以还是加一点黑色在，但是非常浅，一点点。这片云彩是几乎是灰色的，可以，你看到，基本上是就是浅浅的，你甚至可以更浅，OK，可以更浅。你在换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颜色可以更浅，能加更多。那就是有那么一丝丝的这种灰色在上面，那稍微多一点点就太深了，OK，浅浅的。所以现在大家效果是如此。OK，我们之后会加一些橘色，它因为天空有点反应，一些橘色在上面，对吧？继续加一些浅色的
云彩，墙，非常非常强。这样子上去之后，颜色还是很深的。对，你是，当你去试用这样子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颜色其实不要太多。谢谢，谢谢。水彩也是用这个三个颜色吗？对，水彩缺点是不容易调准要多少，所以你要试一下，在纸上它试一下。知道，知道，下午不用再来吃了。OK，我现在加一些这个橘色，就算橘色也是浅浅的一点点。OK，所以我现在加橘色，这边有橘色吗？哦。啊，可以，perfect，要点红吗？不用。就是不是，知道为什么就有两种不同吗？知道为什么有大罐跟小罐吗？有的贵。这一罐比那个大罐还贵，这个比这一罐还贵。贵。对，tiny bit 的 this，就这么浅，这么浅，这么浅，OK。所以这个橙色要到那么浅，哎，就是有那么一点味道而已，不要太多上去。所以在这边，云彩上面是有一点点，就所是以那个其他的部分 trace，都是留白吗？对，留白。一点点，那天上呢也会有一些在水里头，感觉。是一点点，是这两个颜色其实是互补色，所以你知道互补色不见得要原色那么强烈，就是一点点。我只要放几笔就可以了。对焦几笔就可以了，浅浅的就够了。成了，浅浅的，那其实在这边几乎是不怎么用，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原始需要加一下，就完成。几原始。深度颜色，写海浪，海浪也不用实现啊，因为海浪有浪花，所以浅浅就可以了。用虚线来表达，虚线来表达，因为下来的时候是不均匀的，对，再浅一点，水彩。
那走了吗？哈，关机呀，我都太最赶后了。把成品牌单照。对对，之后我会把它放在网上面。这是 homework 吗？这是 homework 这已经注定是 homework。啊，你决定了，你我不要画的话画。就，你不画完的话就下个礼拜继续画。对，我说你拍个照带回去吧。啊，no，我就是要借。哇，这跟强盗一样呗。好了，当然。啊，结束了，快看一眼！就这样子，我拍就我这的，样，没事，拍我的手机就消这么失。样。哦，记得把那盒带回去。所以非常简单的就实验这样。我这还有呢。哎，就是这样。我学了浪花怎么？嗯哼，这样。那那来，来，好先结了，束，先结束。结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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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